三角骨，嘎嘣脆，行。这上面是带肉三角骨啊，你看，能看到这个肉，一袋是150克，然后我这盆里是两袋，300克。这个你拿回家开袋即食，也不用加热，因为它是冷吃。配麻辣味的，麻辣味的好吃，巨香。有一种又能吃肉，然后又能吃脆骨的感觉。